你看我一离开床就爆了，飞高一下，飞高一下，这凋零的飞高就很麻烦。有有，回头炸一下他们。这里都是人啊，我没有 TNT， 我没有 TNT， 我这边很难很难打掉。哇，凋零凋零，时间没了。无奈啊，无奈啊！这场跟刚刚那场其实差不多啦，就是很显然，我们都一直被压制的，没有什么进攻。你看这他们蓝色啪啪啪，慢慢的都是，这里有没有？全部都是蓝色的，都没有红色的。我们只有右路有在进攻，但是中间跟左边全部都被压着打。这边勉强有一条路啦，可是其实关键是在哪里？就是绿宝石的区块，就是一个中间的战场，好不好？绿宝石的区块就是中间的战场，你想要进攻啊，或者是防守，其实都可以把阵线往前移。毕竟他们要进攻，最大的可能就是走至侧边，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近。数学老师有没有教过？有，两点之间直线最近，所以最快速的进攻就会经过绿宝石的岛。那只要你在这边一直都有我们的人占据着，那换言之，他们没办法用最短的路径来去进攻，只能用绕道而行。那绕道而行就会相对来说慢了一点点，而且这里也是我们的钻石的产区嘛，我们也可以去，通常也会有人巩固，对啊。所以关键其实如果绿宝石岛都是我们人有持续的有人然后占据着的话，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优势。对啊，就算没有攻下对方也没关系，只要那个点一直都是我们的，我们一来有绿宝石慢慢的累积，二来呢前线的部队都是我们的，前线的阵营都是我们的，他们过不来，好不好？小小哥，我们这个同样的错不要连续犯啊，再犯下去就不好了，好不好？我们要汲取教训，对不对？慢慢的变强啊，大家加油。好，那我现在用解散的好了，这样感觉让大家比较快一点进来，不是啊，比较方便一点进来，是不是？各就各位准备，再一次，再一次。喝个水。大家不会听我的，会啊。你们是小小客人，你们怎么不会听呢？对不对？我们都是一起玩的伙伴啊，只是因为人很多嘛，难免就会很乱，或者是你急于想要防守，所以就教你们怎样，好不好？会比较好。我们是国战，对不对？我们要表现的是40人一条心，而不是表现的像你一般加野团一样，那就不对了，好不好？40人一条心，好不好？大家各就各位。你们听到10秒后就要准备咯，来咯。准备准备，那就来啦，加入。每次都咻一下就满了，呵呵，咻。好，希望这一场我们可以获胜。小巧克们加油加油，巧克力岛国团结一条心。感谢超级留言，可以说些话，都赞助那么多，讲些话啊，对不对？要一些人当诱饵，一些人去攻。没有，你这些前提都是什么？我们前面是我们的啊，如果前面不是我们的，我们人其实都很难走过去。所以关键就是不要都卡在家里，要往前。好，那我们这一场也希望可以好好的有一些表现。那先领一些资源，看看。刚中间原本我想说从旁边切过去再吃中间的黄金，结果马上一堆人啪啦，全部都吃掉。开始都是这样，大家一起慢慢的农资源。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也是一样，先看那个队友盖的速度来决定我们要怎样玩好了，对不对？通常这个有高手在，他们盖的速度其实也会很快，
那羊毛盖的速度咻一下就到对面了。所以透过那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一些不错的攻击手。无法判定，那就当攻击的一起去抢点抢前线。好，努力，要加油。这样子足够的资源。又忘了带剪刀。换上剪刀。走走走。我们是慢动作，像乌龟一样慢吞吞，但是没关系，总会有人盖的非凡的速度。钻石就交给小巧克喽，交给你们了。哇，中间很多蓝队哦，中路蓝队几乎就要一头阿苦的潜入我们家喽。哦，我这边要怎么办？不行，被看到了。先吃个金苹果，刻上去。哇，想打可是不行。哇，瞬间被那两个人围上了。虽然放上杜鱼，只是两个人，可能要防了。对方一坨拉古的人来啊，要来要来了，赶快换上，换上，至少有个时间也比较好打。要出歹机啦，大家小心！哇，你看，都是轮。满满都是轮，哎呦，把他打下去了。OK， 这样的一个防御真的很抖。哟，恰恰的速度很快，很漂亮，很漂亮。这个后勤的还不错。我跳不起来，想干嘛？你就一个轮下去，摔死了。进攻，进攻，大家多去进攻。大家都闯我来，想想办法。这个全部资源都弄起来还不错。噔噔噔，又不给提款，这我就不太懂。为什么有时候不能提很多？那我买个嘛，小气鬼。哦呦呦，我们已经有人把他们的那个船给破坏了，还不错还不错。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局势好了。左边正方形的国家，方形国还好吗？有一个人哦，没事没事。喂，这里我看一下哦。哇，你看这个船其实都露出来了，谢谢资源，谢谢资源。这床刚刚都露出来了，还不赶快多盖一点啊！资源其实真的不用集中在我身上啊，你们可以用，你们都可以用，不要再羊毛了，羊毛没屁用啊！铁很多啊，铁真的很多啊！不要再羊毛了，有没有在看台啊？你没看台怎么加进来的啊？就说换中介石，中介石。好不好？玻璃还可以啦，因为玻璃是防 TNT 的炸弹，因为 TNT 炸不掉玻璃。那中介石就是比较好购买的。给了我很多的资源。那这边正要给你们。既然都给了我，对不对？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边有一个空桥，很漂亮，一个漂亮的空桥。加油，加油！我们就顺着这个桥看看。哇，它这个桥真的盖得很棒啊！这个桥谁盖的？那个加十分，加十分，好不好？加十分，这个桥盖得太棒了。很棒，你很棒，悠悠很棒，对，我就在夸你，继续盖，继续盖，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叫什么 ？NNI， 呵呵
Mining，Mining，你，Mining，哎，你很棒，你很棒，你超棒，对，你很棒，哎，小狐狸是不是？你小狐狸吗？非常棒，这是哇，这走的超舒适，继续盖，继续盖，对，我看到，好，你盖，我们保护你，你盖就对了，如果有弓就好了，对方有些都要来喽，要小心一点哦。有，打掉，没事，哇，居然有个炸，傻眼！我一摔下来的时候，应该扔，直觉应该要扔蠢鱼，对不对？因为那应该就算落上去，应该也是摔死。我们中间的点怎么在亮红红？是不是有人？没有人怎么有？他这都有警讯啊！这木剑就来了，想干嘛？浪费时间的，浪费时间的，不要理他。他一个人浪费我们很多人时间，他就赚了。我来享用这个尊荣礼遇，所有的资源有没有都会往这边集中？集中型的集中，很舒服，很舒服。这集中型的唯一的小缺点就是你要上岸很累，床没了，太集中了，太集中了。不对，我们是红色，是他们床没了。哦，漂亮漂亮，都搞不清楚了。等一下，我们这边也好像出呆机了。有事吗？有事吗？隐形的吗？小心哦，小心哦！哦，床铺坏掉了，我们的，没关系，还有两张，还有两张，不用紧张，慢慢来，稳住，稳住。这里没有警示了，没有警示了。OK，谢谢，哇，居然有10颗，你也太多了吧？那正方形，方形锅怎么了？凋零的声音，哇！他给我那么多，是不是应该要表现一下？表现一下！想一下哦，这永久的，对不对？一定要来一个。不给提款。哦，是里面就不够了。妈呀，我们现在床有优势，我就先不管家了。先不管家，准备进攻。好了，这样就好了。哦，对方已经爆啦！哇，某方面这样看起来，我好像什么都没做，有没有？我有努力的防守，我们家能够守住就是很棒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有多陡啊！跟他一起87了。这下去都很痛哎！你都这么勇敢，这么的勇敢啊！都喝了，都喝了。冲快一点，冲快一点！隐形杀手要不要？隐形杀手一杀，隐形杀手都是怎样？最后才做事的，最后才做事的，好不好？来，我们往敌方家走。凭着人数，他们还有22人，应该还有蛮多是在家里的。右边有2个。我会不会追到那里去？可以哦，可以哦，应该可以追到哦。来，我们有速度加跳跃，感觉他会被队友给干掉。
哇，队友直接把他解决了，亏我走过来，想说要来个突袭，那加速药水没了，哎呀，屁股也疼了，好，没关系，冲，冲冲冲冲，就冲这个国家了，跟着队友一起冲，队友不用担心，管前面有多少人，这世界有你有我，好，完全无需畏惧。不用畏惧，上啊，打他！哇，真的不用畏惧啊，因为你超猛啊！我看着啊，看着你的英姿，帅，帅一波，帅一波！还有人吗？好像，哎，好像有一个 ID 在跳动哦。